先前 aespa 带着新歌回归时， Karina 以金发的新造型亮相，如同真人芭比般的美貌彻底征服了所有的人。然而在模仿舞台之前， Karina 就已经将头发染回了黑发，并在节目上透露了头发受损非常严重，甚至说出了我觉得我以后都不会染金发了，让许多麦都感到非常的心疼又不舍。但머리도너무많이상하고씻고나오면진짜못한참새같아요아시는금방안할것같아요接着 aespa 登上认识的哥哥， Karina 更透露现在自己全部都是接发，自己的头发已经因为染发而断光了，也再次强调可能至少五年内都不会染了。다내머리가아니란말이야내가머리가지금다끊겨가지고약간진짜불탄참새같거든지금이거떼면은5년동안안할거야希望 Karina 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头发，相信无论什么造型，粉丝们都一定会爱到不行的。